是，你真的没有办法，你有感受吗？哦，我真的不想玩这个，你真的好恐怖、我们等一下哈，会戴上360度的无死角装置哈，戴上这个之后呢？你帮我看在哪？可是你没有转过去，我看不到啊。对，只有你自己才知道，没有人。戴上这个装置呢？疯狂的庆功小球，不管谁打他，他都不知道是谁。好，谁看到调紧一点，调紧一点，是不是他在？我在想，帅哥，哎、欸，好烦哦！结果死了就换蛋卷了，可是这个本来就会死啊。你起码要过到第二关嘛。戴上这个装置蛮可爱，等一下让大家捕捉一下画面。好，拿起手电筒，还有我们的枪。小球，等一下拿好之后，我们转到我们这个方向，你跟大家捕捉一下。好恐怖啊！还没开始就恐怖，这里面占用，因为他们看得到画面吗？看得到。对，可是没有你那么真实。对，不会有阴森森的感觉吗？好，那我们请 Mandy 跟 Mary 跟我们旁边一点点。好，来，好来，这样感觉到好欺负的感觉。好，来，不要这么害怕。可以开心一点吗？还没开始打。你现在也看到僵尸了吗？我觉得来看正前方，好了，你看前方画面，我们让大家拍一张，转一下，好来，3、2、1，恐怖！那叫比怕，他真的很怕。第一天来的时候是一边哭一边喊，好了，回去了，好来了，选一下游戏开始。Oh my god！ 开始了吗？我们让。卡笑的很好，一下就进去了。太快出现，太快出现了吧？有没有？没有，你有看？你有手电筒吗？你要冷静，你要跟他近一点。黄啦啦，关手电筒，你的手电筒。你手电筒有开吗？有，拿高一点，要近一点，要近一点。他在打我，要等到他近一点。子弹了，无边战线。有压到才有补的，有补。好了，不要这么害怕，僵尸还蛮远的哦。射不到啊！你要等他近一点，要近一点，然后等他再走近一点。Oh my god！ 他怎么还在？来了！我怎么了？小熊，你不要不要撞啊！你要死啊！